在这一题呢，是由苏嘉宏律师来举签或叉的。哎，先转请出题。小心，这样做可能已经犯法喽。请问，一般民众容易因为做了什么事情而不小心触犯法律？请讲吧。慢慢。嗯，好。就是随意去下载一些音乐或者是著作权。对。对或错？对。来，恭喜加2000。一真。在网络上留言的时候去骂别人，诽谤别人，会被告。对，对或错？对，正确。加2000。那把自己没有吃完的处方药卖给别人，正确。对，不能卖，随便卖药啊，这药事法的规定。也不能送，也不能送啊。了解。哦，卖当然犯法，送也不行。那万一真的，你搞不好真的是你弄错。我说这种情形都出事才会有事啊，他出事。来，泄露个人的资料。啊，泄露个资，没有的。这像是那个陈怡跟那个谁啊，鸡排妹不泄露他电话号码，对，一个不小心就被罚了。对，来，请加2000。嘉宇，比如说在公共场域上，比如说捷运上，你强制别人就是要离开他的一个位置，强制让位，对，强制让位，对或错？对，不能强制。你说，不爱坐也不行吗？如果那年轻人坐在那边，然后我是老人，我叫他起来给我坐，不行。我们是拜托他这个啊，拜托。可是他不能说，你出来，你给我起来，不能这样。他是缺德啦，他不能那个，你不能强，不能强迫，不能强迫他，或者说有人是用那拍这样的不行，就是故意强迫他，你不然我把你怎样？懂懂。你恐吓人家，哎，对我说啊，是对了哈，对了，来加2000，扩大喽，慢慢。我有看过一个新闻，是有人把车子停到别人私人土地。对，加2000。哇，那这样很快的把钱都抢光，很多东西都不能了。啊、一个不小心就是吧？偷录音或录影。偷录音。对，未经对方同意。对啊。真的。比如说像瓜哥应该就常会，比如说我看到你，然后我就在旁边偷录你在干嘛这样，对不对？他可以拍我，因为我是属于。我是属于大众资产，哦，公众人物拍就不会触法吗？哎，不一定哦，不是这样子。那我给狗仔拍，我们怎么就不触法？这是不是重点在被拍人感觉不舒服？其实有很多种法律可以触发这个问题。你这个讲清楚。肖像权，要例如说他肖像权，有的人是当然是名人啦，有的一般人会觉得我拍一般人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？一般也有这个问题，每个人都有肖像权，所以是有肖像权问题。那我们可以不让他拍？对对，他就不能说。无故去拍你这样，当然你是什么叫有故，什么叫无故，讲清楚啊。对，所以看个案状况，我们就帮你捍卫你的权利。如果他乱拍就好，所以他拍我，我可以不让他登就对了。对啊，当然。我上次拍外景拍到一只鸟，他是抗议啊。哦，真的吗？怎么说？没有签同意书，你不能吗？他跑到我家里吵啊。哎呀，真的吵死了。来，加2000，加2000，来。请进。好，出借或是出租自己的金融账户，那很容易被有心人士用来卖给诈骗集团，然后你的账户就会变成警示账户了。这题哈，我要特别解释一下，这题我这个题目上这样哈，请问一般民众容易做什么事？他以为是对的，然后但是去做其实错的。那因为现在反诈骗，大家知道不能够提供。任何的这种金融账户给别人，那甚至法院也都认为说，哎，你今天提供给别人说，哦，不小心啊，不好意思，他认为说你怎么可能不小心这个事情，所以我比较，所以我会把它打出差，因为比较是这个现在大家都要记得，这一定是错的，不会说这是不小心，不会说不小心啊，我不好意思，我不小心提供，你不能这样答辩，你这样答辩，法院还是认定自己是故意的，可是那个人是失智老人呢。啊，如果在你个案特别状况下才会，因为金融账户一定是要提供账户还有密码，对，或者他不会那么容易就是不小心啊，对，比较不会那么不小心。了解了，对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是会吧。Okay. 未经别人的同意帮别人改图，然后放到网路上，这个的话有点有趣，就因为其实你如果说他是故意要骂别人的时候，其实有时候他就是你这个梗图是其实你是故意要修理别人的时候，其实你就是妨碍一个名誉的。妨碍名誉的比较不会是不小心，就是我以为是对的，不小心犯错。也不行。不会说不小心犯错的，算是触法了，但是不是不小心。你不能这样做，可是就是其实你是，因为你有的时候你是有意去做这个事情。
我不晓得这题算不算，我说出来算不算，就是 我比较常遇到，就是有一些长辈他加入了一些团体，然后他想要让他的底下有丰沛的一些就是下线，下线，他私自就是用了去刻了家人的那个印章，然后就把资料拿去给那个公司，就是你讲直销的嘛，类似为了冲下线量嘛，冲下线量，对，就是、对或错？因为不能够乱刻，这个刻别人印章比较不会是不小心，就是刻意，你刻意嘛，就是说我刻，这个是刻意，对对，比较刻意，你是刻人家印章。他现在讲是要不小心，不小心，你认为这是合法，结果是不合法，就不合法的，对对，对，要注意这一点，慢慢。我想到的是，就是有的人他会卖自己的二手物品，那他可能卖的时候就故意不说他的商品可能已经有什么瑕疵了，去掩盖瑕疵，刻意隐瞒，对，刻意隐瞒，然后把他说的哦，这商品很新很好。你比如说卖到凶宅，对，那是有意的哦。可是这也是有意的啊，对，就是对他可能不知道说要去揭露我二手物品的现况、啊，对的现况，然后他就是都不讲清楚。对，这个也不是，这个也知道是。有时候他是会没有隐瞒，有的时候是说他有一些隐瞒的事情，但有没有到故意的情况下，这你会觉得没关系啊？比如说你会觉得没关系，就像说其实你漏水修好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就不告诉人家漏水。其实是有漏水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会觉得没关系，我都修好了、啊，这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或你今天车子就像有我的二手车一样，其实没什么问题啊。其实你自己开起来有些不顺，这个算处罚，但是他是不小心。对，不小心。可是他可能是有的是民事上的问题。了解，了解。对，不小心。好，破案喽。义正。有的这个 YouTuber 啊，他为了想要开直播有流量，然后他就会去这种废墟啊、鬼屋开直播，但他是私闯民宅的情况、就是那个房子可能是别人，虽然说已经破破烂烂，但是别人的、今天我们那个民雄的凶宅，别人住，反正我们就进去拍嘛。对啊，然后就进去拍了，我们就进去了。然后被他抓到了，就是。犯法了，私闯民宅，因为你可能以为它破破烂烂的，你就觉得那个就是没有人的。可是它连门都已经破掉了，你不能进去哦。对，有的可能连门都没有，他连墙壁都没有了。真的好诡异，其实那是私人的土地，你说是私人民宅。哎，对我说。不行，为什么？是因为刚刚有人对面那重答案重复了，答案重复了。刚刚有人停车，有没有开到别人家的停车？跟这个是很类似，同样类型的、哦。你没有权利，你就不能去进入人家的。赚两千块也不容易，好严格，没有重复，没有没有，律师要严格就对了。重复，重复了，来，剩下慢慢一个人。继续，好，我想到是就是在外面停车的时候，有的人会去肉身挡车位，就是占车位这样子，就是故意在那边滑手机占车位。在那边占车位，然后看车要来了，对，也不理他，对，不让人家停。不停。我啊，我蛋老、啊、朋友要来，我帮他占一下位置。你是？没有吧，没有吧，你刚刚是什么贬低吧？对我坐。对。你在肉身挡车位。对对对，等于强制人家不能坐这个。那个是犯法的。对。还有一万八哦，来，请继续。我想，好，不能在网络上贩售医疗用品，比如像隐形眼镜、血压计等等的东西。医疗用品哦，对对，可是这比较不像是不小心，不小心，因为明文规定，对啊，你都知道你还在卖医疗东西，对对、除非是你一定药行老板不在了，妈妈给你乱卖。妈妈好时髦啊，还知道怎么操作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万八。下面一题呢，是由我们的林佩杰主播来举圈或叉，请出题。诈骗盛行，全球被诈骗取财，年损金额竟高达1兆美元。新闻媒体呢，根据近年的诈骗案来分析，请问诈骗组织眼中的十大肥羊有哪些？请抢答。义正。很有自信，觉得自己不会被骗的人，很有自信，对，高知识分子，对，没错，对，我那骗的才凶呢，我之前听到一个老师被骗1亿多的，1亿，那老师有1亿也很厉害耶，没有没有，我最早就想跟警察聊，这事情已经十几年前了，他就是有老家产土地卖嘛，对，来增加2000。网购族，人都喜欢网络购物，所以的客群蛮多的。网购族对我说，有，请增加2000，这个应该最多了。
那些喜欢投资虚拟货币的族群，虚拟货币投资虚拟货币的对我手，好的，好，请增加两千，什么比特币啊、以太币啊这种啊，他会很想谈恋爱的哦哦，怕咖啡系耶，很想谈恋爱。很想谈恋爱、哦，很想谈恋爱，然后就情感上面比较空旷啊，没有、啊、没有吧？情感诈骗很多哎、欸，没有是吧？啊，没有，待会再解释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因为他现在解释就会出现别的答案、哦。对对对对，来慢慢。很相信什么专家代言呐、啊，或者是什么名人代言的那种，相信权威。对，来，请增加两千。我把它解读成对于大公司深信不疑的人哦， 对，比较有名气的，可是他可能这个个资可能被盗用了，就是这个公司他的个资可能被盗用，然后就会转而变成诈骗集团的手法这样子。来，一真，社会新鲜人，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经验，社会经验，对，可是他没钱要骗他什么？他就会去跟爸妈借 啊， 對， 对，跟朋友借啊。来，对或错？来，请增加两千。静静，那个懒得去查证事实的人，就是他看到什么他就信什么那种。对或错？懒得查证事实。来，请增加两千。加险，在经济属于弱势的一些族群哈，他们可能会比较容易受到诈骗影响。对。有的、啊，就想要增加一点被动收入，比方说你可能原本的薪水不是那么高，然后想要有一些可能额外的投资，对，这样的。很多人就是因为退休，哪有主动收入？他退休金可能一笔200多万就没了嘛，所以他拿这个再去投资，那个叫经济弱势哦，了解。他也不甘于一个月领20000多块，对啊，不够用。来增加2000，来慢慢。像社交圈比较小的人，对，然后他们可能。平常交友比较单纯啊，然后就是听到了什么部落，对，哎，对我说，增加2000，一真，最后一个名额，有特定目的，就是那种很相信我真的中奖，对，恭喜你中奖，就说你中奖了，你就真的很相信的那一种，这样算吗？对我说，那好像刚刚讲过类似的，对，幸运中奖要摸钱，静静，有一些。年长者，那他可能平常没有跟家人住一起联络，那很容易就是接到小孩的电话，或者是不知名的假冒他的晚辈，或者是以前的朋友跟他借钱，这种族群也很容易视为肥羊。年长孤独者，对，没有，没有，嘉贤，对于宗教有非常狂热的一些信徒，对，真的，啊，对我说。可能不在十大内吧。哦，不在十大。对，钱是有在十大内，但名字不能讲十大。哦。哦，做节目好难哦。真的哦，要避开好多不能说的你。啊、可是他们钱真的很多哦。哦，多的包哦。哇、啊哦，来慢慢。我觉得是就是有爱心，然后会善心捐款的人士。哦、对。捐款来，去向又不明啊。哎，对我说。有的。来加2000，来我们宣布他们的奖金。好，目前星星大队10000，嘉贤易作10000，慧君姐2000，我好不贪哦，慢慢18000，一真10000。来，接下来进行下一回合，赢者全拿。Battle ATM, who dares to battle？ 拜托 ATM， 谁敢来 battle？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